個廳嘅中意 ，Connor 的意思咧，即係話佢兩邊咧好多時都有窗口噶啦，所以佢陽光嚟講咧就特別舒服嘅。大家好啊，我係多倫多 Johnson 啊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一間雙車房。而呢個雙車房嘅就係 Connor Union， 所以見到由嗰邊咧，依度闊咧有差唔多近乎50尺闊嘅啦。由去到嗰邊咧，都係依個土地嘅業主嘅土地嘅。最特別之處嘅雙車房咧，對面咧行到去一條馬路過面咧，就係依一間名校嚟嘅啦。10秒鐘嗰邊應該到去一個好好嘅學校，地點咧就係我哋嘅 Woodby 同埋我哋嘅 Anger Mills 嘅地方，即係我哋平時講開嘅 Victoria Manor。咁佢咧就會近 Highway 啊。基本上一過去嘅幾分鐘就會到 Richmond Hill 嘅，最緊要 Highway 口方便，而家只要附近嘅啦。如果再近啲嘅，大家見到諗到嘅地方咧，就係附近有 Costco 啦，同埋有 Richmond Green 嘅啊嗰啲公園啦。咁同埋嘅，我哋自己最中意嘅啦，食市嘅攞翻去 Highway 7嘅都好方便。我哋入嚟睇睇依間雙車房 Connor Union。咁入到嚟我哋依個咧就 Connor Union。咁啊特別之處咧，通常就依度有一個廳喺一邊啦，再另外嘅有一個廳就分開咗嘅，好似品字形咁樣嘅。而中間我哋走一陣上樓上啊。依一個廳我中意 ，Connor Union 意思咧，即係話佢兩邊咧好多時都有窗口噶啦，所以佢陽光嚟講咧就特別舒服嘅。而我哋依一邊咧，去到嘅時入到嚟正門啦，雙門入嚟，去嗰邊咧就會去到廚房啦，同第二個廳。依個設計嘅 model 咧，嗰時出盤嘅時候咧，佢特別在咧就係入到嚟依啲成個 dining area 同後邊咧個廚房同埋後邊嘅 family room 咧，佢個咧又係一個單獨式。但又可以咧係 combine 埋嘅設計嚟嘅啦。咁我想再強調啊，啱啱我哋第一個 corner 右手邊個廳啊，而由依個第二個廳咧都係有兩邊嘅 windows。咁我自己今日個鏡頭慢慢睇啊，如果我依個個 corner 位成日都係點解咁光猛嘅，由我哋依邊有依度到依邊到嗰邊，咁其實感覺到咧牆同埋我哋嘅 windows 咧係反而係覺得係好多 windows 喺度，因為樓底有9尺高啦，所以入到嚟咧特別舒服。而他們這些就是 Stainless Steel 的標準配備的時候全部都好了，還有業主他會用高級一點，如果這邊所有東西 countertop 全部 upgrade 之後用 Porsche 的材料可以看一看。我們這裡二樓最特別就是樓梯上來的時候它彎一彎的，所以你看到它不是一條很直的樓梯，彎彎之後它四個房的佈局尺寸都很大的。我自己進來主人房的雙門的設計，它最特別的 highlight 是一個超巨型的 closet， 等同其實你們平時買一個似 1+1 的書房那麼大的。入到這個空間，今天看到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巨型的 closet， 真的可以做到書房或者是書櫃擺在這裡一流的。那我們去其他地方看看，咁佢之前嘅啦，逢係主人房咧，都會睇埋佢嗰個廁所咧係點樣佈局。入到嚟 very good size， 而第二間房咧入到嚟嘅 size 咧都好大嘅，同埋佢一個獨立嘅套廁嘅。咁而喺第三間房嘅啦，依一邊咧。佢入到嚟嘅時候啊，因為 Connor Union， 所以陽光嚟講咧，佢會好舒服。咁樣啦，今日咧睇埋依個啊，佢依個洗手間咧就係喺依邊入去又得，或者喺出邊咧入翻嚟又可以。咁可以變咗第三間房同第四間房咧共用依個洗手間嘅。依一間房合埋咧嚟講咧，入到嚟空間都係好好嘅。咁可以將佢用曬變書房又得，或者變咗你哋第時用嘅第四間房。